现在为大家介绍 UIM 二四一系列运动控制器。首先，这是我们二四一系列的一体机，这边是二四一系列的一体机的型号以及一些参数。运动控制器的排号、产品的 SN 编码、四星黑色端子是连接电机的 AB 下，我们一体机在内部已经对它进行连接。二四一系列的控制端口，中间部分为二四一系列一体机编码器位置。连接二四一产品需要用到二四一系列的一体机或者运动控制器。连接线缆、利特线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二四一系列产品的连接。第一步，将标配线缆接入运动控制器接口。这里将 S1、S2、S3 分别接入了三个按键，用于完成 IO 控制以及 PG 功能演示。然后将二四一系列的 RX 线连接 DB9 接口的2号口， TX 信号线连接 DB9 接口的3号口， JND 信号线连接 DB9 接口的5号口。第二步，将 DB9 接口与利特线进行相连。将利特线的另外一端 USB 接口插入电脑。第三步，与电源进行相连，将红线接入电源的正极，黑线接入电源的负极，正负极不能接反，接反会导致运动控制器烧毁，这样就完成了241系列产品的接线。241系列连接完成之后，可以通过我们的 Step Ever 软件进行查询。连接网关搜索，可以看到我们搜索到一个0号站点，我们可以对0号站点进行一些控制，比如现在输入速度为 5000PPS。 可以看到电机以 5000PPS 的速度进行运转。然后这里可以设置我们运动控制器的细分，一细分、二细分、四细分、八细分和16细分，以及这边对我们的电流、待机电流和上电延迟时间进行一些设置，一些初始寄存器和主寄存器以及传感器的设置。这里对传感器进行设置，具体设置方法可以参考242系列应用视频。接下来我们介绍运动控制器的 PG 功能。这里可以看到运动控制器的固件版本，如果为1302版本的话，我们是支持 PG 功能，如果为1301版本的话，我们不支持一个 PG 的功能。首先要使用我们 PG 功能，需要对传感器事先进行绑定。这里将 S1 和 S2 下降沿已经绑定为了使能中断函数，这样在 S1 下降沿和 S2 下降沿触发的时候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中断函数，电机将会按照中断程序进行运行。将 S3 下降沿绑定为减速到停止，设置完传感器事件之后，需要在脱机的状态下点击 STO 按钮对传感器参数进行保存。此时可以打开 UIM Program 软件进行编程。打开我们的 UIM Program 软件，看到此程序为打开程序，此按钮可以对程序进行保存，此按钮清除编程区域的程序，此按钮对程序进行编译，此按钮为烧录程序，将程序烧录到我们的运动控制器。这边是执行和停止按钮，
此按钮可以对运动控制器的源内存进行读取。此按钮可以清空运动控制器的内存。此按钮可以将运动控制器的内存进行拷贝。如果我们241系列运动控制器连接好，那这里可以查到241的网关。勾选站点，点击读取按钮，可以读取到运动控制器的内存。可以看到里边已经有程序写入，我们将其清空，然后再次读取，可以发现我们的内存已经清空。打开一个事先写好的历程，此程序功能为 S1 的下降沿触发，以 5000PPS 的速度进行一个2000的位移。 S2 的下降沿触发以5000速度进行300位移，到位之后反向连续运动。首先进行编译，编译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烧录，如果编译错误会弹出提示，提示哪一行程序出现了错误。将编译好的程序烧录到运动控制器，点击确定，再次查询一下，可以看到程序已经烧录到我们的运动控制器内部。点击执行，点击 S1 按钮，可以看到电机执行一个正向的位移运动。点击 S2 按钮，电机执行一个正向位移操作后反向运行。点击 S3 按钮，电机停止运转。有关241系列产品的讲解就到这里。